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这种可爱的星星。用一张正方形的纸，先把它折出双十字形折痕，然后这样沿折痕折成三角形。再这样把一边往中间线对折，这边也一样往中心线对折，然后把这个边与右边的这条边重叠，带出折痕再打开，这一边也一样，按刚才的折法折出折痕。然后沿折痕往回折，这边也一样，沿折痕往回折，再翻到背面，这一面也是按刚才的方法一样折。现在两边都折成一样了，这样拿起来，把一面往下翻，带出折痕，这样折好之后再翻过来，画上可爱的脸蛋，小星星就折好了。